太极之后就化成两明两，就有天地之分。
凡事万物都是这样啊，那所以物极就必反，所以到了自己的时候就会动，所以动之后就突如其来如啊啊，从怎么样乾卦定阳那边一直挥挥龙在天呢？哎，他得到天大了啊，那所以呢挥龙在天回来到这里啊，你看这个卦是不是先后变同位的卦？看得出来吗？啊，水是不是在先天八哎后天八啊怎么样？后天八卦的一个什么北方？坤卦也是先天八卦的一个丙方，所以这两个是先后天同位，好、哦、啊，所以代表了幸运双修，好、哦、啊，所以你看一个人可以得到天道，又可以幸运双修，所以呢，你乐我以乐，大家都乐，哎，啊，所以得到名师一指点，那是最喜悦无穷的快乐的，哎，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何等的荣幸啊，好、哦、啊，所以呢，才可以来听你所有的一个善知识嘛，哈、哦。好，他、啊、第二个卦呢，他是复卦的，因为他继续运上来了。应阳啊，来生的时候见天地之心啊，得到生死之门户啊，知道他的一个要领的，得到一把钥匙的，哎，所以进到的什么重要之门啊，所以啊，你不可能永远都在出窑的，这个叫应阳生卦。所以你看他复卦叫我们说什么？所以我们已经达到了。以前孔老夫子三千弟子，哎，啊，都跟他们讲一句话啊，不知其门何日啊，焉得众妙之理啊。而我们现在就这么简单，说明是一指点啊，然后呢，顿啊，那茅塞顿开，哎，找到这众妙之美啊，这个都是要怎么样，一阳来复啊，哦，不挂这一阳来去，哎，没有一阳来复的话，我们没办法复见本来真面目啊，哦，啊，所以你看，当然是乐的喽，啊。好，他以前的人要千里访名师啊，万里求口诀呢，我们现在都不用了，哎，名师找到我们自己家来了，哦，太幸福了哈、哦。好，印上去是不是师卦了？所以也代表说已经开了喽，然后呢，你就有资格当人家的什么一个师日辈了。好、哦，所以身为代表师也好，啊、哦，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哎，来传授随身的。而我们境界够的话，那人家对你的一个肯定。这样还不行哦，他说你要知道道理是无穷尽的，学问是无止境的，一定要怎样继续的往上印上去。比方说我今天是隐师的、导师的、已经讲师、法师的，哎，我不用学习的，哎，如果是这种心态的话，一定会被淘汰，你相信吗？真的嘞，比方说我现在已经就很会讲了，然后就停顿在那里，哎，不用多久一定会被淘汰掉的，哎，啊，所以不管我们身为什么师，一定要真正的继续下来，就是牵挂的。像牵挂这么牵边，哎，进一步的更上一层楼、哦、啊，所以你看才可以怎么样，越高越远嘛，啊，所以为师又能进一步的话，进一步啊更上一层楼的话，哎，你这个人就是有牵的功夫了，代表你一心下气啊，不耻下问啊，所以你有为师者的一个风范。啊，所以呢，到了这个千的一个千边之后了，还是要继续努力，不能停在那里呢。玉林师傅就是这样，一直把你往上推，你没达到那个境界，他还不放过你呢。哎，啊，所以啊，归经就是有这样的好处。好、哦，那、啊、当然我们要效法圣人讲的道理哦。哎，他叫我们不耻下问，我们偏偏不问呢。他叫我们低心下气，我们偏偏不要低心呢，那完蛋了。那就要背道而驰哦，啊，所以我们就是要按照圣人的交代的话来行来做，这样子呢就可以达到最好的圆融。好，然后牵挂再上去呢，是不是？你这个人有德性了，又有怎么样？哎，又见性了，又会怎么样？那么谦卑哦，所以自然遇卦就出现了。好，所以你看，哎，自然大家都会来欣赏你，会来服从你。会来跟随你啊、哦，所以正卦是怎么样？遇卦是上正下坤，为大众也都要来跟随你的一个卦象，所以上下是合乐的。哎，所以你看，为什么比卦会快乐？就是这样子啊，从坤卦得到复卦，哎啊，一直怎么样？得到师卦，得到牵卦，然后得到遇卦啊。那遇卦代表的上下合乐的，这里就已经开始快乐了啊。所以在遇上去的时候是。卦比卦，哎，的一个快乐啊，就是这样子来的啊、哦。所以如果不够谦虚的话，就没办法跟人家上下合乐
没有办法放下乐，我们的乐从哪里来呢？哎，所以真的要和其光同其尘啊！来，未来呢，它是一个续卦的小续乐啊，所以呢，他说，哎，我们今天啊，以乐是忧啊，你虽然是乐哦，可是哈、哦，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的，该止则止啊。所以不要乐得太过头了，所以叫我们不要得意忘形哦，把我们的出发心呢颠倒了，然后呢怎么样昏头转向呢？所以叫我们想续，等于就是要蓄养其德，哎，所以讲话的时候要非常的谨言慎行，对我们的后学呢多多的关心，哎，不要只会教他做事情，也不关心他，那这样不对呢？哎，所以呢，他就叫我们怎样，要自己呢多蓄养其德啊，这样子你才可以用德来服众，这样子才是真正最圆融的了。所以小序话就是要培养到大序嘛，所以由小序慢慢培养到大序，这样呢才可以功德圆满啊。好，然后呢，你看他的错卦是什么？大有卦的，也是未来，所以呢就抱着喜悦的心来蓄养其德，就有大有了。哎，所以是不是比卦更？所以你要蓄养其德，你要怎么样？哎，抱着喜悦的心呢、啊。所以呢，师尊老大人呢、啊，有一次临坛呢、啊，就问我们说，什么叫修道？哎，我们就认罪了。为什么？我们现在不是修道吗？哎，所以老师讲很清楚哦，来到佛堂入班参班，哎，不管你在做哪个角色都好，要抱着喜悦的心，这个就是修道。哎，如果没有喜悦的心，那个就不是修道。哎，讲得够清楚了吧？包括我们在家里也是一样啊。哎，孝敬父母亲，哎，怎样啊？做一些过去的事情，你要是抱着什么喜悦的心呢、啊？那个在家里是在修道。好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子来。所以你抱着喜悦的心呢，这样来蓄养其德啊，自然而然你就有大有挂的佛光照大千。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德性的时候，哎，连外地的人哦都会来跟随你，哎，不管某方面都有大收获，包括您的内涵、您的德性、您的言语、您的学问啊，文学、易经、道义，哎，你的各方面的佛获都会达到某种的境界，所以这个就是从一个什么喜悦心而来的啊。好，然后呢，复卦就是波卦的，物极就必反了。所以波卦已经到了至极端了。他说为什么？因为乐不能怎么样，乐极呀、啊，乐极呢就会生悲。哎，所以你看波卦是不是在怎么样？二十九的月亮，西南得艮，东北上艮嘛。所以波卦就是已经走到东北上艮的卦了，所以叫做29的卦。所以要怎么样？要平起来的。哎，修纳无为之大，无为而无所不为啊。所以你看看他比卦为什么一直走到最后要怎么样？哎，叫我们怎么样？要守住这个功夫呢？像后水昨天拜访一个很奇特的人呐、他也是姓陈哈、在右讲那边的人啊、他一生当中啊很传奇呀、他讲的很多哦，他说他也做了魏武金的生意啊，赚了很多钱呐、也怎么样走私的一些的一个什么电器产品呐、所以他一生当中好像在演戏一样，所以呢，他说怎么样？现在已经无求了，为什么？钱太多了，哎，后水就跟他来说，其实他讲的那个，哎，我不会羡慕的，我会羡慕他什么？手的功夫，手啊，因为他已经走过人生这一段之后，他就是几岁而已啊，他说我现在只要把身体保养好了就够了，所以这个人哦，好善斗私的，非常不简单。可是他最好的功夫就是那个手，他已经怎么样？哎，什么都有了嘛，房子、车子、妻子、儿子、妻子，哎，什么都有了，五子登科了。所以现在他要把他手拥有的好好把守住，这样子就对了。我们今天也是刚跟我们讲这个什么哲理呀、他说至极端的乐观的乐极呀、所以一定要像这样子，二十九的月呢，稍微把它引顿起来，修那无为的无为的功夫啊。所以呢，真正的，不然的话哈，乐极了就怎样变成怎样生悲，所以呢就会被剥夺掉，变什么剥夺掉？贪嗔痴爱二欲会把我们拥有的通通剥夺掉了。
啊，那时候你后悔就莫及了啊。好，他说正卦是什么？失卦了。所以我们要怎样？你真正的快乐是从哪里来？要找到一脉大名师，就是我们的济公活佛，这样子才可以真正的达到怎样？得到啊，乐以心中来啊，还可以达到离苦得乐，哎，还可以真正达到超生了死之境，这样的呢，才是真正达到怎样极乐世界的乐，哎，所以呢，一定要跟什么人相比？你卦你会快乐，一定要跟我们一大怎么样一代大名师来做亲密。所以我们随时随地都有怎么样老师在我们旁边这种观念，这或许也有习惯了、啊，车子上放 CD 都是老师的话，哦，不断的你在不断的听，不断的听，哎，每一次听的感觉都不一样的。他、啊、更妙的是什么？或许在想什么事情的时候，他赶快讲那一段，就是那么妙。哎，有一次或许心态不太平衡啊，哎。他就跑出来了，哎，然后呢？要说如果你的点缘师啊，哎，有不合的时候啊，我们身为人才的，还是要遵照点缘师的一个什么，哎，指示啊。哦，我都吓一跳了，怎么那么准呢？好像呢，哎，明明按照你想要什么，他就给你一些滋润啊。哦，啊，所以就是这样啊，啊，所以这个是什么重卦？好，所以呢，这个刚刚讲的是什么比刃？那、啊、现在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思忧。你看，身为一个老师，会不会忧愁啊？有欢乐呢，嚯、哦，有欢乐呢，真的哦。所以，为师，哎，为何思过会忧？我们先来了解他的现在哦。所以呢，你看啊，底卦是一阳到了什么？底卦是前贵禄在跟跑到坐正之位啊，所以那怎么样？得到中正之位啊，阳极阳位，然后得到时运啊。所以他很快乐啊，哎，可是师父不一样啊，他是第二爻啊，他是现龙在田归来的啦、啊，哦，也是乾卦第二爻会过来的，哦，啊，可是呢位置不一样的，因为他是阳极阴位，哎，没有得到正啊怎样中位，所以得到正位而已，所以呢他怎么样，他就比较没有那么热了，哦、啊，所以呢他说得到哎乙卦得到至尊之位。得正又得中又得时又得位，所以他非常快乐。而是卦的地阳啊，他是在第二爻了，所以不正啊，所以叫做阳极阴位，所以他要地爻，哎，地一阳给他很多的指示，所以他才可以来做，所以他很烦恼的。就好像这个人很有才华，很有能力，失卦嘛，代表这个人呢、哦、能力太强了，可是哦，所有动作都要靠地爻。来指派他，因为第五爻是君，第二爻是怎样臣啊、哦？或者把讲更简单的，这个就好像当时的诸葛亮，很有能力啊。这个、第五爻呢，好像当时的什么啊？阿斗，哎，阿、啊、所以你看什么事情都要听阿斗的话，所以他哎啊，六出祁山拖老娘，很多次哈、哦，落到祁山的时候，已经要怎样要成功了。哎，啊，难道很多人哈、哦，就是对方的一个敌手啊，就用办法去买通这个什么阿斗，然后阿斗就下了一个命令，哎，收兵，没办法，剩下一步就成功了，然后叫他收兵，所以他要出去又探了，就是这样子啊，哎，啊，所以你看看，很无奈啊，啊，所以呢，你看真的是什么很忧，很烦恼的哈、哦，好，如何看出他的忧呢？你看看他的二三四是不是为正卦？啊、哦，二三四就是正卦，哎，所以为震动，所以比卦呢，它的三四五是艮卦，啊、哦，啊，所以你看比卦为啥代表一个静止，所以烦恼就挡住了，所以它会动，哦，啊，四卦呢，它是刚好是要震动的象，哎，所以就好像太早上的太阳刚出来而已，所以早上刚出，哎，太阳刚出来。见到太阳出来了，我们就起床了，准备要怎样？要来打拼了，哦，要来怎样？很认真来上班，啊、哦，要来工作了。所以，我们怎么样？为人隐私的、老师的，或是点门师的，要烦恼自己，可否有办法来担当这个任务啊？对上天呢，有没有办法真做一个很好的交代？所以呢，真的呢，我们点门师辈的都很怎么样？哎，都很烦恼啊，很担忧啊。没有办法把大屋办好，哎，这个都是的，哎，不要说点完事啊，就像后水就好了，
哎，这里压力真的很大，你知道吗？哎，往往在怎么样，在睡觉的时候都没办法真的睡得很入门呐、啊。为什么？有一次哈、哦，我水在不知道在睡啊，然后呢突然间，哎，就跳起来，阿水太太说什么事情、啊？哎，阿水就说我的外电脑不在，我什么电脑不在？阿水换，如果换这个电脑，什么都不用讲了，是不是？阿水很担心，就是电脑会带来啊，哎。啊，太太说啊，你在做梦啊，现在是我晚上电脑没有带，哦。啊，他说，啊，我就跟他说，啊，如果真的哪一天忘了带电脑，那怎么办？如果我要回去，哪一天来不及了，再来就来不及了，那怎么办？他说很简单啊，你直接用电话就把你上送过去了，也对哈、哦。啊，所以或者就放心多了，哦。啊，所以真的，一个为师者哈，哎，不管是讲师、演人师啊、饮食保持都是优的。哎，你会担心很多事情啊，哈。好，他包括说，哎，他的过去是一名师瓜护卦，所以又代表了一个什么？他的未来呀、啊，你看师瓜，哎，都已经怎样？他的过去是也是一名师瓜的，啊、哦，所以呢，此人道已经见天心了，啊、哦，但不知如何来度人呐、啊，所以烦恼，就好像一个人呢，设立了佛塔呢，无法把这个大物办好，对前辈者呢，难以做一个交代。哎，啊，所以你看看这个人悟性啊，怎么样见天心的，所以他才会说啊，我要来修塔，我要来度人呐、啊。可是呢，要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往往都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哎，好、哦，啊，所以你看啊，我想睡下去了，然后呢，第一步出发心出来了，有没有办法真正的把它办好，都是一个问号。哦，啊，所以才会担忧嘛。好，他的过去是一个续卦的一个送卦。所以呢，变成了心思动动的，哈、哦。所以呢，今天为什么会一个诗？所以呢，你看当时《六祖坛经》里面呢、啊，啊、哦，是不是有一个将军叫做慧明？啊、哦，这个大将军呢，得知六祖慧能子是呢，哎，得一波了，然后他第一个就开始跑，他就去冲去找他了。找到的时候呢，啊，六祖啊慧能呢就把那一波放在那个大石头上面了，所以呢，就等着慧明去取的。可是他要拿那个沙那当下即入了、啊、他当下什么用？他说我是为法而来的，不是为这个衣钵而来的、啊。哎，好、哦，啊，所以呢，他就怎样？哎，请六祖慧能子师呢来怎样来帮他开示。六祖才跟他讲，哎，有没有不思善不思恶，自无莫无啊？哎，那个才是你真正本来的真面目啊！好、哦，啊，所以你看。当慧明追六祖的时候，这个叫做天水为险，那就代表什么？送卦的一个大象池啊。啊，所以为法而来的是送卦之后变成师卦的，哎，也因为他慧明当下就拜六祖慧能子师为师，所以就是师卦的。最后呢，成为六祖的弟子。六祖呢，怎么样？哎，忧什么？忧被追啊！因为六祖得到一波之后就开始逃了，逃了很久了。哦，甚至躲在塔内的里面呢，躲了什么十五六年啊？他慧明呢，他忧什么？忧他不能成道啊！啊，所以每个人忧怎么样？顾虑的忧虑的都不一样。所以呢，只要抱了一点，你是为天下人而忧的，这个就是道；如果为自己忧的，那就不是道了。哎，所以喜怒哀乐不可以哦。可是你的喜怒哀乐是为什么人的喜怒哀乐？哦、啊，这个呢就是啊，我们的一个观念的问题了。好，他的过去也就是一名生卦的孤卦，所以孤卦叫一二两公的讲，直光大不习无不利啊。哦，所以就是这个人他的本性呢怎么样，又直又光又大的，代表我的本性呢不用水洗，哎，不习无不利，就是我们连朵朵的自信啊，他本来具足的啦，为什么还要水洗？你看看那个仙国灵坛呐、啊。他不用看稿子，也不用看什么，然后出来的时候啊，滔滔不绝，娓娓道来，然后批那个训啊，哦，都是怎样，啊、哦，都非常的一个顺畅，而且里面蕴藏了很多的玄机，哦，而且还在批那个什么训中训，训中训批出来之后，又是一首道歌，哦，够厉害的啦，啊，阿叔你看看，我们国学本来都是这样子，本来不用学习的，可是嘞，到了后天之后啊。做了弃地受居，入狱所蒙蔽啊，又怎样要学习的？好、哦，他说无所不利哦。所以此呢，已经说到了不思而得了，不学习而能的这种人呢，
经见性了，方为人师。所以见性之人呢，才有资格跟人家讲说什么为师也啊，而后呢，才可以忧天下众生哦，忧他不知可我能完成任务啊，哦，啊，所以还有这个空卦而产生出来了啊，然后未来那个什么续卦，还有众卦，是它也是两个磁场，都是比卦，所以师卦它的担忧之后啊，都是好的磁场，所以就是有两个比卦啊。他说不用烦恼啊，你既然有这种爱心，上天这边又是其福利一定会助你的啊，所以将来一定会很多人呢愿意来亲近你。你看两个磁场啊，比卦代表很多很多人都愿意来跟随你，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 大名师，你是一个大讲师、大老师，非常有德性的人，所以大家都愿意来跟你亲比了啊。所以继续的做下去，别人就会肯定你。您的理想呢是什么？哎，一个为师者，他的理想就是在同仁，同仁就是大同世界的理想啊。所以为师者一定要有这样的观念。所以你看未来错过的同仁，他说您的理想是大道之行也哦，天下为公哦。都是你是这种的师的话，将来一定像孔子一样成为万世师表啊！哦，所以要付出行动。师卦变成比卦之后啊，要再加同仁的努力才有办法。所以你看他跟我们讲说，哎，我们是为何而忧啊？一个为师的为什么而忧？真正的要把道推广到万国群中，也希望真正达到世界大同之境，我们都是在烦恼这个，我们都在忧愁这个啊，哎，不是烦恼说，哎，明天没有你了，明天没有工作可以做了，不是明天没有注册会可以缴了，哎，这些烦恼，那一个呢，哎，随时颠毁的什么安贫乐道，真的是这样，哎，啊，所以他忧什么烦恼没有道可以修啊，他不烦恼没有东西可以吃啊。啊，这个才是真正一个为师的一个表率啊啊！而未来是互卦的那个什么互卦啊，所以互卦是干嘛哈？那他到最后呢，达到七欲来复的互见本来真面目了，所以要经过比卦跟同人的努力，才可以见天心，这个叫做优也呀。所以你看看，一个人要真正一个为师者呢，要经过重重的一个什么哎。啊，你看啊，波折，哎，所以你要多怎样比卦，多接近三知识，哎，然后呢，多充实自己，哎，多研究经典，我们的一个什么啊，德性才会越来越圆融，哎，它不是独善其身，你要那种什么目标踏出来，哎，真正达到世界大同之境，这样把肉熟起来呀、啊，哎，虽然很怎么样，很担忧啊，可是呢，我们抱着一颗怎么样？哎，成就圣贤的一个什么哎心态，好、啊、来复见我本人面目啊，自然而然就可以突破很多的一个难关的啊，所以这个叫做比乐思忧啊啊，所以你看，哎，真正刚的一个师哈、啊，哎，都非常的一个怎么样担忧的，包括我们学校的老师也是一样，很辛苦的，一天要讲七个小时、八个小时，哇，真的太累了，或者一天讲两个小时哈、啊，哎。又有点吃力了，他们要讲七八个小时，而且是每天的哦，太辛苦了哈。好，我们来看第三个阶段，临官之意过午后求啊，哎，临，哎，啊什么？跟官它的意思是什么？哎，一个是鱼，一个是求啊，所以它本来是光卦而来的，两阳呢在天位，光和云云的众生啊，生活在疾苦当中，而生花飞月。由天上而到人间来，所以他们愿意来施舍光给世间的人，给下面的人。这段话是在讲什么？他说连卦这两爻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光卦从这里来的。所以这两个人呢，本来都是在天位，就代表说这两个人是天上的人呐、啊。啊，我们把它啊当作是一个白居易好的啊，还有一个是两爻禅师，那两个兄弟因为两爻嘛。有两个兄弟看到隐隐的众生空卦，你看互卦一二三，二三四都是空卦、哦、所以看到隐隐众生这样观看，结果看到隐隐众生啊，非常的辛苦啊，结果他们就相约好，我们怎样来度化众生吧？所以如果来，
就昏下来了。所以这两个是这样下来的。所以这两个兄弟就来到我们的一个人间来度化，要怎么样？君子道长，小人道家，要度化天下苍生，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如果你会看的一个六十字卦卦象的话，其实不用文章你就知道它的意思了。哎，易经就是这么厉害。所以呢，或许才发现说，其实没有读过书的人啊，他读易经更厉害，因为他不会被文字绑住了，所以他就看卦象就好了。所以有它的一个特色哈。好，雨呢是什么意思？湿雨的意思啊，布施的意思啊。所以他说要清明其境，居高临下，所以现在追求他的过去。所以为什么我们所有的老前辈的要从怎么样啊？大老远的从大陆呢来怎么样啊？到传到这里来，何苦呢？为什么？他们有自己的家庭啊，有自己的什么妻儿啊，有自己的家长啊，为什么他们要那么辛苦把道带到我们台湾来啊？所以呢，这个要追溯到他的过去式的序卦啊，序卦是个古卦，古卦已经怎么样？就是好像说，为何仙国要来降临？因为古卦嘛，古卦已经三只虫呢在咬了，就好像世界已经在腐败了。国家已经在做很多乱象了，人心已经不古了，古而后变成了一个灵卦，所以古卦之后的灵卦代表什么？就好像说人心不古，所谓的诸佛菩萨就是要来到这里来整顿。如何来整顿？一定要怎样清明其境啊。他们谁怎么样卦的背面谁就要过来。然后要亲身了解详情，要亲自来度化，这个叫做序卦。所以没有古卦，仙火不用来了，因为世界太远，仙火来这里做什么？是不是？也就是说，世界已经大乱了，人心不古了，仙火才要来嘛。所以呢，就是有这样的原因。所以我们道中才讲，现在是道劫必降的时候，就是古卦而后的怎么样？灵卦。所以它是过去世事消长卦的空化而来的，就好像空卦黑天暗地了，突然间有一天得到心华了，然后这个人呢发心要到国外去传道，施恩于人呐、所以你看看，因为也是这样，由空卦黑天暗地，突然间让他有所顿悟啊，所以当下急怒，所以他才要怎样历临其境的要到国外开荒去了、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原因、因为我们追溯他的过去原因很多种、不是一种而已、知道吗？所以我们在研究一个是用推敲的方法、好，我们再来看他的过去消长卦是复卦，变成一个十一卦复卦了，所以呢他已经见天机了。所以不要苦善其身，要天善天下。所以你要美化人生啊，计划人心啊，使其呢个个都能复见本来真面目，所以呢能成为很完整的人，所以一定要清明其境。也代表说他的过去是已经见性之人了，所以一定要爬出来。所以呢自己不能独乐乐，要众乐乐的。自己开悟了，也希望天下人都开悟啊。所以复卦而获的灵卦就是这样来的啊。好，我们讲他的未来，他说未来是消长卦的太卦啊，所以会变成什么上下交替的啊，所以生长不落。如何有学问的人，即使有学问的人啊，还那么的客气，自然别人呢会跟你内外交易。所以呢就好像什么你好太好，所以这代表什么太卦嘛，太卦是什么天太地太人太三人太，所以代表什么太平世界啊，所以什么人都好，所以才会这样子，所以就代表仙国临坎了，仙国历临此境了，来到我们人间度化众生的时候，你看太平世界就将来了。也代表为什么我们这一期在白羊期，白羊期代表什么？三阳开太阳，所以你看看，仙魔降临，再来就是三阳开太，这个卦就是这么排的，所以未来内外交易的萃卦，所以老前辈者他们从
大陆来到台湾传道，你看看举目亲啊，所以他们要付出行动。第一个动作要做什么？翠祭相聚，就是什么翠祭很多很多的英才，翠光就是相聚的意思的啊、哦。所以呢，大家不分你我的互相来研究，而后才可以达到什么真正的太光啊、哦。所以呢，像我们侯老前人啊，或者听说他的一个感情啊，以前在台湾哎度化众生就是这样。他说来，因为那时候我们懂国语的人很少嘛，然后呢，他就用国语教大家读大学。啊，然后他做解析，啊，就是这样子。最近很多人怎么样，好学者呢，慢慢的走向这张是光明大道。所以在怎么样讲述当中，他也不收费，哎，然后呢就暗中的真正的来度化他们，所以呢就是这样子，慢慢最近很多的人，然后呢能互相研究啊，所以才有达到最后的一个怎么样这样的一个成果。未来的虚卦、重卦。啊、哦，还有两个磁场的一个光卦，所以呢，他说你过去的努力没有白费了，来到这里呢，已经是让人家给你肯定的，感觉呢你很有德性，很庄严，很怎么样，很壮观的，哎，所以叫做什么光卦？所以你看老前辈的来到这里，一定要确信很多的英才，然后呢规模越来越大，哎，像我们现在不管是花艺组的、光组的。哎，新一组的哇，真的规模都非常的庞大，好、哦，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哎，壮观，那是这么大的啊庞大，都是老前辈的牺牲奉献而来的，好、哦，所以没有老前人被亲临其境的话，我们没办法呢，真的没办法来求道、办道、行道了道，啊、哦，所以我们都要抱着一颗感恩的心，未来错过的顿卦，他说顿就是要好的意思啊。哎，所以不要不跑哦，这是一个让你奋斗的机会，了验机会之后啊，时间一到了，你就要让给别人了，再去别的地方施恩给他人，叫做名也。所以要功成而无居呀，孤为无居，是无去也呀。啊，所以这是《道德经》的道理。啊，为什么天山遁要摆在这里？哎，因为你看看，哎，这个都是仙火他们用尽心思教导我们的。你要功成不居啊，就好像说、啊、这里的道场是开设的，你怎么样领导出来的，哎，那、啊、可是嘞，我们要真正的哎功成的无居，就好像啊，或许第一次来啊报告的易经啊，就是在社头那边，哎，那个时候是一个出发心，说好，不然我们来研究易经啊，用易经来度化众生，啊，然后就一直讲讲讲，他也跟我们给老师报备了，给老师呢也允许了。然后一直讲了4年半，哎，刚好讲到今年，然后初级班好像讲了3次了，高级班讲了2次，哎，中级班讲了1次，就这样一直讲，哎，人呢也慢慢出来了，也形成一个气候了，哎，然后呢，我们给老师说，哎，陈讲师啊，你那边好像给别人负责，哎，然后就调后水去捞酒，哎，跟水上的捞，就这样子啊。你不能说这里是我开挖的，都是永远都是我的，没有那回事，你知道吗？你在这里复习的，这个是给你怎么样奋斗的机会、表演的机会。然后呢，你到一个时机的时候，你就要把这里放下。哎，前辈子是有安排嘛，把它放下之后，前辈子交代我们做什么，去哪里负责哪里，我们就是遵照了前辈子的指示来做，那就对了。哎，不要固守己见啊，说这里是我办的啊，是我开挖的啊，应该是。我来这里处理才对啊，哎，他叫我们天山遁的这个功夫就是这样，所以就好像你打出一个太平针啊，偏下来了，你就交给别人去负责，然后你又去别的地方去开吗？这样不是更好吗？哎，所以他叫我们要有天山遁的功夫啊，好，他观求也，所以你看看，灵观之意或与或求啊，所以刚刚是讲什么与，现在要讲求，所以他每个卦就一个字而已啊，所以何以叫求呢？包括我们求别人啊，求天啊，求神啊，求佛啊，求鱼啊，求老板，求名师，哎，所以他两爻在上啊，大官在下，得到天位的领导人，所以他下面的人为了要求他呢？为了要超生了死之道，所以要赶快来诉求名师指点，这样子才可以达到究竟，才可以达到超生了死之境啊！所以叫做
观求也啊。啊，他说两在四音之上啊，就是他又放位了，两个在上面就变成下面就来求了。所以前人来谈呢，就好像这样，哎，变了很多很多的法门呐、啊。哎，真的，我们回老前人啊，有很多人和啊老前人对真的。用尽所有的不用提起的方法来度化众生，所以啊，方法变了又变，变了又变，变到最后就是最圆融的方法了。所以一定要和其光同其尘，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认识他们，他呢就要去怎么样接近别人，所以呢这样子接近一段时间呢、啊，大家才怎样认识他了，然后呢从中的一个什么，哎，怎样敬仰他。才会肯定说哇，这个老人家太伟大了，老从中国大陆那边呢那么辛苦的把他带到这里来啊，所以就好像我们现在敬仰我们的老前人辈都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他这段意思是怎样？所以他说本来是你清明期间啊，然后呢他怎样？慢慢就是运上去了、啊，运上去的时候是不是都一二三二三四的不光很多众生都要来求这两条？所以叫做求也，就是这样子啊。好，过去是什么？消长卦、乾卦啊。所以你看，它是怎么来的？就是消长卦，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嘛。所以呢，他说不要像过去一样哦，事情就该让过去去做的，你就变成上面的人了，下面的人就要来求你呀、啊，求天道，求超生要怎么知道？所以就好像说老前人为了来到台湾。刚开始他是要这样子真正的去做每件事情，包括自己度人啊，包括自己讲课啊，自己做所有的一个道路都要自己来。可是人才越来越多了，你不能说什么事情都还自己做啊，是不是？所以一定要怎么样？懂得分配，懂得善用，懂得安排，这样人人生有事做，事事有人做，这个道场才会圆融嘛。所以他跟我讲的就是这个原因。他说过去的续卦叫做临卦，为了超生了死之道，必须披明其境，以表自己的一个诚心，而且要很什么样肃静，以表自己的一个诚意，所以等待心果的一个什么降临。所以你看看我们求道那天是不是这样子？一定要达到一个肃静然后呢才可以真正让我们用我们的诚心诚意呢。来跟仙火来做一个契机，因为啊，请坛之后啊，百步之内都有很多的仙火灵坛呐、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啊，所以仙火灵坛之后发护坛，怎么样？四大菩萨、八大金刚呢，通通发护坛的，所以28星宿呢也都来护坛的，三观大帝呢来护坛呐，天兵天将都来护坛，所以就是仙火降临。才有办法得到这样一个什么临时的指点。他说未来呢，卦卦的未来，互卦的一个什么波卦的。他说也有显示出啊，互卦有长的一个波，波呢就是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成为一个官，人家来求你的时候，是不是就怎样？你要剥掉很多时间，所以呢，剥掉你的时间呐、啊，剥掉你的精神呐、啊。最后就是要怎样？你在这里最后为什么一定要达到鸿蒙求我？不要我去求鸿蒙啊！代表说你是在一个高位啊！所以最好的方法是鸿蒙来求你，这样是最圆融的。以前或许有讲过，有一个叫做吴俊宇老前人，他去求道就是这样子啊！人家都说怎么样？哇，哪个人有大道理，一定要去求。那时候都还没有开放在中国大陆啊，然后他走了好几天才去找到那个点禅师，那个点禅师因为还没有得死因，所以他就一边做护工，一边在传道，他说按他在传，然后呢，吴俊宇点禅师现在的老前人呐、他要去求，那点禅师说没有，我这里没有看，没有啊，那怎么回事呢？我听什么人讲什么讲讲讲一大堆，然后点禅师看他很有诚意啊。就问说谁介绍你来的，然后他就说谁跟我讲的，然后就说好，要求道的话，一个人也麻烦，一定要引师、导师、给法师，所以你再回去找他，
然后又走了好几天又回去，他又走了好几天又回来，又带他的仪式而来。然后呢，他用诚心感动了给文字啊，给文字才把道传给他。所以用这样的方法，同盟来求你，这种方法是最好的。所以你看我们现在都拜到这个是怎么样？临时来找我们，所以呢就往往怎么样？觉得道人越拜越不尊贵了。所以很可惜啊。所以我们真的要做到同盟求啊，这个就是一个广播了。他说：“动了第四爻啊，在这乱世的时候，我需要立业的花心来怎样做天下间的人呢？自然呢，他花心来到这里呀、来到观望，就要等待有缘人，所以叫做求也呀。所以你看，我们也需要众生来求我们，他众生也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啊、所以这个叫做互助啊、所以叫做播卦。”啊，卦卦呢到了六爻啊，动下去就可以变成了光卦了，知道吗？卦卦，这两动下去是不是卦卦？那卦卦这两爻动下去就是光卦啊，那是可以变来变去的啊。易经就是这么厉害，它是变来变去啊。所以我们反应过来的话，可能会有点怎样茫然了哈。所以卦卦的六爻叫做贯鱼啊。所以这个要对六十四卦也有一点概念啊。他说第五爻是女皇帝，所以很什么，他是里面的一个什么，官人啊，也是工人啊，所以这个是应该是工人，还是什么里边带着很多边女呢，要跟上九爻，所以怎么样无不利也，而形成了两个两爻光，所以呢众人来怎么样都来求你了。有求道的人会很成功，会怎么样？会提升的啊！所以播到最后的第五爻，你看，播卦第五爻代表他带领的所有一二三四爻，代表一贯一个，代表你所有好像说你要去求道，然后呢就邀了很多人。他说不要，这样要求的话，通通都去求，像我们点完是他的爸爸，求道之后啊。回来讲一句话而已，因为他们家里三十几个人啊，大小孩子啊，包括他们请来的师傅啊，三十几个人。求道之后回来跟他们讲一句话而已，因为他的大哥跟我们现在前人啊，都已经那时候已经亲口如数的，他是为了他们两个人要主事的，他回来，爸爸回来就讲一句话说，免吃吃我拢感官，意思说如果要亲口如数的话。要吃素的话，他要大家都怎样啊？都一样。所以你看，这是惯鱼呀。所以就好像说，他要去求道，通通带所有人都去求道了，所以叫做惯鱼啊。所以呢，这样真正有求道法门的人呢，他的心境才会真正的提升啊。好，他未来的另外教育是升卦。什么叫升卦？就是他已经尝到道的滋味了。他已经知道道的好处了，所以观卦上下交易之后，就是内外交易啊，就好比求雨求到了高薪了，提升了，求老板加薪，老板给你加薪了，所以呢，我们求啊，一定要有方法，也要求对了时机，所以呢，求到了真理，求到了正确的人呢，保证你一定可以怎么样啊，可以提升的。所以你再看看，我们在求也要求的方法要正确。像我们还没有求到之前，我们去拜卦都是不是一直在求？后水还记得后水奶奶吗？她很厉害。有一次带后水去拜拜哈，去那个宝生大殿那边拜拜，她呢买了一些水果啊，就摆着，就开始跪着一直求。因为后水哈，怎样？她的时间至少跪在那里求了半分钟呢。后水就出去看奶奶在练什么，他很好玩，他好像要求什么事情啊，求一件事情而已啊，然后讲完了说，请那个保生大帝哦，你看这样好不好？能编不好，切荤，然后就收起来就开始，然后说不然这样子好不好？他叫我怎样？好意思讲，又怎样？又看看，又不好，又怎样？跪着顶冠，然后就在跟那个神顶讲了半分钟，都在求什么？求平安，求福寿，求怎么样？求大家怎么样？
哎啊，各方面的一个什么求，都求自己呀、啊。他记得求这里的求呢，真正要达到，哎，达到最后究竟，所以一定要求真理，这样子我们心灵上才会提升。啊，所以如果我们都是为个人而求的话，那个境界还是不太够的啊。那未来众卦是离卦，那个本身就是来什么求法的，也人得一之啊为之大。所以呢，你这个人心灵已经提升了，加以时日呢，你就会变成大人的境界。再进一步呢，你就变成了大壮。为什么？因为后来的卦就是大壮卦了啊。所以未来错卦就是大壮卦。他说来到这里呢，变成了什么啊大壮了。可是你别忘了、哦，世界上的事情都是相对待的哦。因为呢，大壮代表有，你现在有有的。啊，时候就要这样，就有的时候大壮的时候啊，就要特别的小心，哎，因为一定会什么会有考验的，因为你越大壮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嫉妒你，哎，就好像我们这道中啊，越花心的时候啊，你看看考验就越多，哎，各位是不是这样？或者结果就是这样子哦，或者那时候正花心的时候啊，正成仙的时候，考验就常常。哎，他、后水很庆幸那时候我去读易经，不然呢、可能就不在道场了。那时候就当下就被考倒了。哦，他说人真的非常的厉害。哎，你说弄什么考了、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碰到这样子哈、你也要这样，哎，要学习释怀，不然的话哈、可能会被考倒。因为那时候后水发现，曾经出来就办的时候。哎，莫名其妙，就是霍水平天生就很喜欢小孩子，然后呢，发现说道心很多小孩子，哎，就叫大家说把小孩子都送来佛堂，我们开一个小天使班，哎，自然而然就成立了、哦，哎，然后就一直搬，你知道一个班哦，达到将近100个人呢，一个小乡村里面，哇，会越来越多了，哇，那个前景啊，就刮目相看，哇，怎么这么厉害哈、哦？哎，短短几哎，没有多久啊，就召集这么多人呐、啊，啊，然后办到怎么样？你知道吗？办到我们那一群人还是演戏呢，哎，或者是导演呢，啊，我们演什么戏？三山坡泥舞琴呢？哦，演那个以前我们在老虎岭那边呐、啊，因为很多小孩子啊，所以他们都演那个什么，演那佛祖啊，哎，一个比较大，就演老虎岭啊。我还演个有板有眼的，演到什么程度呢？演到说各地方的一个什么啊，单位都邀请我们去演呢。哦，风头孤零，家头蛮高。哦，他说也就是大壮，反正就受考验的。怎么考验？有一个很不简单的前显呐、啊，他就讲一句话，哎，他讲什么？啊，像你这样的功德功德，你还要练，然后我们就没有功德可以赚了。你看看，很伤脑筋呢。也既然有前辈子会讲这种话，他那时候修养不是很好，口味不够，然后就跟他讲说好啊，他过来你们带啊，然后就或者就丢给他，小弟子们就丢给他，然后他由他自己来带，他已经60几岁的人了，结果丢给他呢就瓦解掉，那一群就完蛋了，就不然就整个散掉了，那时候或者就用偏餐，那时候或者就有读易经了，然后就用偏餐炖到哪里。遁到我们神莲山去，因为那时候神莲山刚好在建筑啊，正缺很多人手，所以呢，或许那时候是稳的，化文为武啊，然后去那边做什么？做工人啊，什么工都做这个的，去反正有什么工你就做，就在那天山遁了3年，遁了3年之后盖好了，然后就出来了，就这样的。所以你看易经有多好，所以没有易经啊，让我们做靠山的话，往往可能那一句话就把我们考倒了、哦、所以这个就是请大家要注意的。他说未来呢，续卦就是适合卦，所以你看看卦卦就是要表啊，要随礼节啊、所以要随三宝啊，随大义啊，研究经典啊，所以只要时间加空间，等待时日，研究就会通的。这要等待较久的一个什么时间了啊？所以为什么光卦之后就是要一个适合卦？因为你要怎么样度化众生啊？人家要来求你啊！如果你什么都不会，人家求你，我这个也不懂，那个也不会，
如何来教育大家呢？如何来跟大家分享呢？所以我们道中所有师包括鼓励啊或者是建立说你一定要样样精通，如果没有的话人家请教你啊因为你是前辈者嘛，为什么你是前辈者？我们都有一个习惯，外国的道仙他们只要是台湾过去的就是前辈者，不管你会不会是不是都这样你是前辈者，人家问你解你也不会问你三宝怎么讲你也不会问你说这个大位怎么解析我们不会，你看看他要求什么所以我们在台湾真的你什么十八般武艺一定要都会的，然后去那边他求你的时候你就可以真的关照他应他的需求，然后呢真正的给他一些各方面的一个资源他真的会对你另眼看待。那这样子我们到国外开荒嘛，这样才有价值观嘛价值观嘛所以呢就是这样。所以呢很多事情不要急，包括我们研究易经也是一样，我们研究什么经典一样，修般道也是一样，要适合慢慢咬慢慢咬，那个味道才会跑出来不然呢没有慢慢咬的话，你太急躁的话使求生也这样子可能可能呢就不太理想了好，我们再来看，当来到这里呢，你就要开始跑了，因为这时候已经到了尽头了，代表一个小人道长君主道家，所以呢有几个状态你能生不要乱求，也不要乱找名师，升得上去的人成为大人就成为大壮，所以就是要怎样咬的意思就是你要付出所以咬久了自然就会怎样真正的通，就好像说你牺牲后见道士讲经说法，道士呢代天宣告后天知的道士他要破懂啊到最后一定怎样可以达到通所以你通了之后度众人一定怎样会像你会求你是观什么观动物讲说什么求的意思屯建而不是齐居蒙杂而至所以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今天呢来唱这首歌这首歌蛮有它的一个体现的话，然后救众生还天主
哦，刚刚呢，这个是怎样啊？南亚大地震哦，一个模拟。他说：“你看死伤了多少人？所以呢，现在就是结束，怎样要来收拾恶事啊？所以呢，老虎才把啊万古不传的一个什么秘法啊，先天大道把它降下来，所以叫做先啊盗劫欲降啊，所以他不忍的玉石俱焚呐。所以呢，我们今天啊，何其荣幸！”德文大道啊，一定要非常真正的向前观啊，怎样前纲也的继续把它走完这条路啊。他说也达到大怎样同人卦，达到世界大同，度回我们九六缘人，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使命跟责任哈。老师呢，继续的关心我们。他说我们常常在看不到别人的正面的时候，对别人好奇。看到别人正面的时候就开始挑剔了，因为你看到了所以研究他哪里有缺点，看不到呢就觉得有神秘感了，所以人为了保护自己都要给别人一个神秘感啊。所以他说别人的缺点我们要来怎么样容忍，他的优点我们要把它发扬光大，即使看不到你也不要太好奇，所以你们要发掘人性的真正内涵，很真实地面对所有众生啊。所以呢，很真实地做一件事情，那就对了。所以呢，他告诉我们就是怎么样，老老实实的做人，这样就对了。实实在在的做事，这样才可以达到你同我也同，可以达到世界大同之境啊。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我们第四的一个怎么样谈话段啊，所以呢，我们慢慢的进入奇迹啊，希望大家回去先温故一下，先看一下，温习一下，可能下次来呢，可能就可以更了解的啊，很多不足的，况且我们只是涉水龙宽，请各位平安师以及各位前辈大德。